I'm sorry，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哦、在哪里、啊？拍完了、哦。刚拍完《泰贝沃克》的封面。天哪！我今天妆好美哦。每天都很美啊。是。今天看起来脸很瘦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现在是俯角的角度，脸看起来当然瘦。你看我这样子。哦、也蛮瘦的啊。那你看我们这样。你们两个在干嘛、啊？我们在写稿啦。哦，好吧，那你们去吧。拜拜。我们很快就要见面。大家再见。对，我们很快就。拜拜。你们赶快去偷偷谈恋爱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对，10月23号 ，Hidden Event 首播，首播新歌准备问世。哎，奇怪，我的衣服好像穿反了哎。封面，然后20几号要去唱歌啊？二十一号要去 New 19，哎，唱歌。对，我衣服是穿反了，没有错。但我现在总不能在这个直播现场换衣服吧？哎，我小爸爸也在看。10月23要干嘛？请回答。哎，那我能讲什么时候上线吗？可以了吗？23号首播。可以讲首播。上线还不行啊。好，10月27号，哎不对，10月23号首播，然后27号全面数位上架。数位就是。网路的意思。没有韩文歌，要听韩文歌请听 Sugar Rush 韩文版。首播新歌，首播新歌，这次没有实体，是数位，这次是单曲。单曲的单就是两个口，然后一个田一个石。哎，好的，我的手机要没电喽。